早被潮汕钻石记录，大家好，我是潮游记。今天带大家来到广东惠来，这里是野岭村。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并不陌生，因为这个地方我已经来过好几次了，也是第二次来这个地方拍摄。今天来到这个村子啊，发现这里变化了很多。为什么说是变化很多呢？我上次来这个地方，这个溪流还没有整理过，也是一个比较干枯的一个溪流，但是这次来到这个地方，这个溪流已经是整理得非常干净了，而且这里也有一些游船的一些项目。看来这个村子也是在极力的打造成一个旅游山村。现在就跟随我的脚步，带大家来这个村子这里看一看走走。在周围这里啊，这里都是一些高山。这个村子就是在一个深山的一个峡谷里面，可以说是被四周环山给围绕的。虽然这个村子这里有建着一些高楼，但是这些楼啊，楼房什么的都是没什么居住。刚才我在外面也有听过他们村子的人介绍，他说这个村子在高峰的时候，这个村子有5000多人，但是平常的话，这个村子只有200多人。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事情，上次我来这个池塘前面，以为这里是东川和公池，但是我今天来这里仔细看了一下，原来是东周而不是东川，确实是挺尴尬的。不过到这个村的一个池塘前面，这里依旧是非常安静。听人说这里有条瀑布，然后我想用这个摩托车开上去，但是这底下全部都是这些石头碎石，地下没有抓力，哇，刚才把我摔了一个四脚朝天啊。回来拿手机啦！很多人都在问我，平时我是怎么拍视频的？我是这样子，把手机固定在一个地方，然后放那里就离开，这样子拍视频的。看这个路，哇，这个碎石真的是一点都不好走啊！不过想来这里把一些好的风景分享给大家，也是值得的。